你要负责任，就要结婚。祝福你们，他怀了你的孩子，真叫人兴奋。大家都来看门，想念红秋色。哇！今天给我们一个礼拜开业，不要老是这样，应该是过年。他们过年一看，习惯变成老人，转转转转转，还要我们出海，但是现在给我们一个礼拜，这个孩子一定算是有一个过，但是我也会跟人，没有在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结婚，非常荒谬的一种感觉。其实这些东西，你可能在家洗澡的时候都有这样乱跳啊，或者穿着睡衣啊，乱玩水啊，这些事情常常做，是一带到舞台上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。不过呢，生活就是艺术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表达的东西啊。谢谢。下一首歌曲哦，那个叫做《犀利哥》，我写给流浪汉的歌曲，因为我做流浪汉的时候，受过很多的长辈的关照，他们都会请我喝啤酒。那
还有吃面包。他们还可以在那边吃那个火锅嘛？对啊，而且还叫我什么乞讨，真的哦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贵士哦，是有一个法案的，来准备示范一下。对，那个乞讨要怎么跪？这个贵的位。哦，说这个哦，你只能够做金刚芭比，你不能做流浪汉。也是。就是要这样。摇得很凶啊！你摇得很凶。啊。摇得越凶，钱越多是吗？对啊，你摇过哦，这个也摇过哦，你看，各位看一下这个就知道，这个那头都破了，这个是职业的，还是业余的啊？业余的。好，犀利哥送给所有的街友。几岁？二十岁加13岁。
然后现在在老人安养中心工作，有些人可能有在我们干得好的那个 MV 哦，你要结婚的 MV 上 YouTube 就会看到，打黄蓝白看，黄蓝白看就有了哦，因为干得好打太长了，我们就打黄蓝白三个颜色加一个白，就有看到他穿着他的工作服，是一套护士服，然后戴着口罩，然后做出惊人的举动。OK 吗？好 ，OK OK。今朝是多少？
接下来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，带来本团黄蓝白蛋好乐团最后一首歌曲，最后一首歌曲结合一些行动艺术，有带照相机的不要错过，不然会遗憾终生。这个保证在别的乐团是看不到的表演，而且为了庆祝今天有人生日，所以特别的隆重的做了这场秀，好期待啊！可是我还看不到人影，受刑嘞，跑走了，等下会过来吗？没有就糗了，不见了，在哪里？等下把他抓过来啊！贺江伟。Thank you.
过失掉了，本来要送他这个，王老板要考虑回来啊。毕竟也千辛万苦做出来的一张专辑，不二狗哥，不二狗哥，350块，附上我们每个人的签名啊。那我本来要把这张送给他的，啊，自己不要，啊，我也不管他了啊。那我开放一个那个。